一部分是我想重新做一下伴奏。谢谢小瑜伽送的偷偷告白。没用啊，那不保护了吧？行啊行啊，热门，我现在好难热门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以前，那我曾经，那简直就是，对不对？此时无声胜有声啊，我就不说了，对不对？都在回忆里，都在回忆里了。不会认真了吧？什么认真了吧？哎，谁还没个从前？对啊，谁还没个从前啊？啊，谁还没个辉煌的时候啊？都在话里了，都在我的口气里了，啊，我干了，有没有随意？有没有随意？浪漫主义没有学。没关系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等我蒙山再起的那天，希望不是下辈子啊，希望不是下辈子。发量怎么保持？你买一个玉米须须的夹板啊，把发根夹一夹就可以蓬松了。发量是天生的，然后你可以食疗，但是好像吃黑芝麻很容易胖。我之前有吃黑芝麻，现在不吃了，因为弹幕后来告诉我那个黑芝麻是碳水炸弹。我好饿呀，听见我空空的肚子了吗？好像听起来不是很空的样，不是很空的样子，但是是真的很空。这是五花肉的声音，我这两天肚子是有点大，但是我是真的很饿，现在肚子上的肉是有点多。你吃的好饱，你小心我给你插出去，你还在这哈哈。浪漫主义下次可以学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今天怎么人这么少？唱被我唱歌唱跑了，都被我动人的嗓音，他们都自惭形秽，都跑了。不行，今天是真不能吃，要平时我就吃了。我本来想今天晚上煮个娃娃菜吃的，要是有空的话，我可以在小号给你们发一个做娃娃菜巨好吃的、巨好吃的方法。本来想今天煮娃娃菜吃的，但是我今天好像是因为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空腹唱歌嘛。我今天不是去录音棚了嘛，然后唱的那个歌，然后用气比较足，我可能是吸冷气了还是干什么，反正回来了以后胃有点不太舒服，也可能是因为我今天穿的裤子太紧了。穿的裤子太紧了，然后录歌的时候不太舒服，反正今天回来胃不太舒服，加上又饿，不吃了。明天要拍照，明天要破照啊，明天要破照。心愿单里为什么不要个大点的礼物？心愿单今天没有改吗？改了呀，老家伙一看就是给我改了呀，是改了的吧？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这个东西就是个虚的。距离主播3000米，放下手机，立地成佛哈，立地成佛。我不吃人，我吃香菜啊。唇膏是什么味道？你买一个尝尝。算了吧，这个口红还是不兴吃啊，不兴吃。愿望还是有的。老家伙今天在吗？老家伙应该是给我改了，平时应该不是这个，平时应该是什么玫瑰还是什么东西的。鱼腥草是什么？可爱弟在抖音带粉吃鸡哦。我那前两天我想问他来着，要不算了吧，我还是自己菜吧。我不吃人，谢谢玲珑送的兔兔。老家伙是谁？老家伙是千墨。老家伙是千墨。唱歌人都跑了。折耳根没有吃过，折耳根没有吃过。
能把眼睛睁开吗？我这两个血红的大眼在这里睁着，你都看不见吗？这红眼红血丝怎么那么多呀？今天红血丝好多，好害好恐怖啊！啊，我的眼睛怎么是这样的？是我打哈欠打的吗？我怎么眼睛是这样的？我还没看见。你才山顶洞人，我看见老家伙了，看见了，可以唱忐忑吗？你上哪个主播？我还真可以给你唱。咱就说没有我王一萌不行的东西。你没找到忐忑的单曲，赶紧给我找。你为什么找不到关于忐忑的单曲？这个网易云音量这两天老是。咱就说当我什么都没说啊，当我什么都没说。为什么又警告我啊？怎么又警告我呀？我干什么了？我都没有卖东西，我都没有讲商品什么东西，为什么要警告我呀？以后我直播不挂车了，烦死了。我讲啥了呀，超先生？我讲啥了？那你说。那你说申诉也没有用，为什么老警告我？你这警告我，我就不能是三好主播了？那不这我没有讲其他平台，我什么平台都没有讲啊。忐忑不让放吗？我真是绷不住了，我一天警告我两次，我都没有。某云不能讲吗？某云不是，为什么某云也不能讲啊？怎么这样？以前都能讲，以前我也讲的，那我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他这个东西就不让讲了？那以前可以讲，以前讲都没有警告我呀，为什么今天警告我，警告我两次？求求你了，超先生，你走吧，行吧，求求你了，走吧走吧，我这么。我这么老实本分的一个人，对不对？走吧，让我播完我这剩下的时间吧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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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吧，走吧。把脸鞠躬一下。我真是无语了，我干什么了呀？再见啊，再见，再见，超管再见。您吃好喝好啊，您可以去看一些什么，就是那种吆喝的那些，就是看别人去，别来看我，我直播很没意思的，别来看我哈，直播很没意思的，快走吧，快走吧啊！
放个喜气洋洋的歌，祝你过年好，好吗？快走快走啊，拜拜。啊，呜、我不疼，我不疼。走了吗？不要再警告我了，你要再警告我，我就真的。我本来好几天都没有被警告了，可以，你要是超过多少天什么不被警告还是干什么的，可以获得什么什么称号好像。可是我每次警告都是因为这些问题，我又没有低俗什么东西的，我连脏话都不讲，不可以这样。装不下去了，不装了，装不下去了。装不下去了，走了吧，应该走了吧，这么长时间应该就是应该走了。没有低俗的本钱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给我站住，这个人什么叫啊？你有很乖，你乖个大宝宝。什么叫没有低俗的本钱啊？你别跑，你给我站住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这很不尊重我，我告诉你，确实个大宝爸。就你长得手会打字。为什么这样说话？怎么感觉是在侮辱我呢？我是选择高尚啊，选择不低俗。什么叫我没有低俗的本钱？什么事实？什么事实？害怕吗？确实个大宝宝，你说我文明就说我文明，不要说我没有本钱。刚才喜庆新年音乐叫什么？叫喜气洋洋共贺新年，喜欢吗？喜欢吗？我感觉和我的气质很匹配啊。我真的是玩具，我这是武器好不好？武器，这是武器，这是武器，天红的武器。我很文明的，我从来什么叫粪叉？你这东西能挑起来粪？你给我挑一个看看。啊！你这玩意儿那么大窟窿，它能挑起来粪？武器上链接嘛，自己买去啊，上哪去？爱上哪买上哪买去。唉，气死我！刚才那人跑了吗？怎么不敢讲话了？今天晚上你们就都气我吧，都气我吧。你才幼稚鬼。气死我，把我双下巴都气出来了。能看到你吗？能看到你啊。美瞳是奶包灰，美瞳是奶包灰，这玩意儿招财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
我要能招财的话，我赶紧给自己招，我还问我能不能招财。看起来好像有点嘚儿，算了，这好像不太，这是怎么，为什么晃起来有点嘚儿啊？这无语，人家扭的为什么就可以？人家为什么扭的就可以非常的带感？我怎么扭起来那么嘚儿啊？我现在还不淑女吗？我都被超管警告两次了，我还不淑女吗？我现在已经很淑女了。你已经在收红包了，多大岁数还是收红包？我也想收红包，可是我已经过了收红包的年纪了，我现在已经是发红包的年纪了。你应该大度一点，不行啊，我喜欢腰细啊，我希望自己腰可以细一点，我不大度，你爱大度，你大度去啊，你度大去，度大去。我不在海淀，我在通州。你要红包，等下次过节吧，等下次过节给你们发福袋。Umbrella， Ella under my umbrella， Ella under my umbrella， Ella。我不吃小孩，不吃小孩。我有一个疑问啊，你们从哪点看起来感觉像我是好像吃小孩的样子？嗯嗯。我为什么扭起来这么嘚儿啊？我这样是不是不嘚儿？啊！这样是不是不嘚儿？啊！这样还要不太嘚儿啊？那可能是扭的形状不太一样。这样不嘚儿。不对啊，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。好，我已经找到了问题所在。送来99家，好吧，好吧，嗯，好吧，好吧，自我感觉还挺良好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挺扭的挺好啊，刚才。我这律动很 nice 啊，很 nice 啊，我这律动很棒啊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这律动很棒啊，奶丝奶丝。你眼线画歪了，眼线就特意是画的歪的，不会有人那个眼线画的跟个直角一样啊，直角。谢谢 Just So Sad， 不要晒的，不要晒的，别晒别晒啊 ，Happy， 嗨起来啊，嗨起来。你才卡粉，运动废柴，你开玩笑呢？我中考的时候。中考的时候800米，我考了，我跑了3分，我都怕说出来你们不信我，我真的跑得很快的。只不过直接就是从中考完了以后直线下降，现在就是能不走就不走。为什么要管我叫老公啊？我的天哪，不要管我叫老公啊。嗓子里边卡肥皂了。顶着我现在说话冒泡了是吧？是吧？你看见冒泡了吗？嗯？你都没看见冒泡，你怎么知道我卡肥皂了？不许叫我老公公，可以叫仙女。这个直播间里什么都不允许叫，只允许叫仙女啊！姐姐放过粤语歌吗？我不。你管我放过谁呢？我就想逮着他打。少管我。对啊，仙女啊，嗯，很好很好，这些都是听话的小可爱，你们都很听话。老肥龙是什么？仙女啊，仙女，仙女。仙女，对对对。老肥牛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真是无语了，什么是老肥牛啊？我直接火锅里边做是吧？嗯。是吧？我再重申一遍，我是仙女，你不要在这老肥牛。
气死我了！仙女仙女，让我说几遍。哪来这么多老实人？哎呀，是不是啊？平时是不是以为好像都是在那什么？其实到了真正有用处的地方，大家还是都是非常善良的，都知道我是仙女。讲方言，且慢，能听懂吗？嗯，我以后我已经学会了，以后你们让我讲方言，我就说这句话，能听懂吗？听不懂的话，以后再别让我讲方言啊。我就这一句，听懂了再讲。我不卖鸡爪，是不是听不懂啊？没有的听懂的，我该讲了，且玩啊。听不懂，听不懂。听不懂就算了，听不懂，听不懂。那我说方言，你就听不懂，为什么让我讲方言啊？听懂了，你说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什么意思啊？哈，听懂了个大宝宝。哦，还真有知道的。对，就是上一边去，你给我上一边去，就切班。哈，还有真知道的，这还有知道的，就上一边去。为什么叫我铁牛？因为他们说我长得像李逵，李逵的小名叫铁牛。山东人怎么不？山东人也不是都有这个吧？叫上一边去，方便吧？上一边去四个字可以浓缩成两个字，而且非常的有语气。你要说上一边去，人家就会觉得你软绵绵的啊，没太有气势。但你说起班，就会非常的有气势。女朋友特别喜欢我，所以可以唱首歌吗？我不唱歌，我马上一会儿要下班了。谢谢你女朋友喜欢我。你女朋友在看我直播吗？你让她一起来看吧。现在我要下播了。算了，还是让他睡觉吧。一个字的更有趣事，一个字什么字啊？那你一边去吧，我不能一边去啊，我只能在这个直播间里坐镇啊。我为啥要喜欢一只铁牛？你喜欢铁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也不是铁牛。哼，你以为我会跳坑吗？我是仙女。哦，你喜不喜欢铁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割温不能说呀，割温不能说呀，割温那不是不文明的吗？我们就说且玩就行了。许内啊，许内也可以，许内那不是方言啊。再播一会儿，会再播一会儿，但不会播到太晚了。对，许内，放个。仙女长什么样？仙女长我这样。你在干嘛？我在扯我的袜子。屏幕放不下我的脸，买个大屏幕啊。困了吗？我今天喝咖啡了耶。今天喝咖啡了，为什么还困呢？昨天晚上睡得少吗？昨天晚上睡得也不少啊。啊，我昨天晚上睡得少，我今天没有睡懒觉，我今天8点多就起来吃早饭了。我教你们一个好吃的方法，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讲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麦当劳的那个猪柳蛋堡，它叫什么？猪柳蛋什么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我也忘了，反正它就是猪柳蛋堡的样子哈。就是它里面会有芝士，里面会有芝士，然后会有那个猪肉饼，然后会有一个圆圆的蛋，然后我今天早上买了两个，然后把面包去了，用两个蛋夹着两个肉饼，哦，老好吃了。
可以尝试一下啊，因为那个面包就是面包，它就是有点噎得慌嘛，然后它不是纯碳水嘛，吃的乱七八糟，就很像那种外面卖的那种鸡蛋汉堡，因为我们这边北京没太有卖鸡蛋汉堡的，老好吃了。你们早上要是起来的早的话，可以尝一尝。签名签到几点？我昨天没有签，前天直播完了没有签，昨天签的，昨天签了一下午。老好吃，老好吃了，真的老好吃了。有空可以尝一尝啊，就是鸡蛋夹着两个猪柳。去健身房了吗？没有，这两天工作有点忙。工作有点忙，这两天，明天不是要拍照吗？明天要破照，然后过两天还要破完照了以后，还要就是拍一些视频啊什么的。没有上百啊，我80来斤。哦，北京下个周要降温了，从周末开始要降温了啊。我打算明天囤一点粮食在家里。明天从周天开始好像要下雪了，点不了外卖了，在家里自己做饭吃了。大家要注意不要感冒了啊！谢谢心跳送的浪漫满盈。什么时候下班？今天看看吧，一会儿看看吧。要不咱们掉2000人以下，然后咱们下班吧。今天人好少哦。要是半点的时候掉2000人以下了，咱们就下班。那没掉的话，就4:45下班。需要冬眠吗？我不需要冬眠，平时我不出门，我一般就有工作的话就出门。屁屁失去了15个人头，屁屁这么厉害？屁屁这么厉害吗？屁屁好厉害啊！上不了热门了，现在。俺们现在还在短袖，你那是哪里呀？屁屁好厉害啊！再见了兄弟们。这个东西吧，就是有点就是经不起毒奶啊。那就半点嘛，那就半点嘛。广东暖裤我不信，广东应该也没有那么热吧。我不在财富东方。在广州，真的假的？广东多少度啊？30多度，现在还有地方30多度。美瞳是奶包灰，你看看是不是？既然大家都想让我下班的话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下班了。那可不是我不想给你们加班啊。来个喜庆的歌。为什么这个今天这个某云怎么回事啊？真无语。放完这首歌，我们要再见了。虽然我很舍不得你们，但我们只能在后天再见了。一会儿就掉下来了。
谢谢 Jasper 收赛的，别赛得了，别赛得了。后天有比赛，乱入的比赛吗？下班了，下班了，走了走了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王某人就要下班了，感谢大家的陪伴，我们后天再见啊！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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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见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拜拜。再见，晚安。